们知道歌曲是在酒歌家，他们将这个歌曲吃酒，然后为会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比我们第四世纪受到攻击还更加气愤。他们好好生生说要民主自由，但是他们却破坏我们爱国人士和平游行的权利，我们非常气愤。所以我们觉得香港警方真的要严正执法，对这些暴徒，这些就是暴力行为应该要严正执法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